第一个吱呀，你要按照顺序考哦。哎，你按照顺序呀？对啊。油桐花。好，那要重新哈。油桐花。等一下。好好，慢慢写。不写。等一下。然后呢？出现。不要陪我。你要全给老师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三呀，大姨三呀，三只鸡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覆盖。慢慢写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。清晨，你知道妈妈刚刚在录？我一直都在录影啊。我要先去找客人代替，我要去找很多的客人。然后呢？覆盖，然后呢？姐姐，你要先安静哦，姐姐在考全职哦。OK， 另外一个特别见啦。OK， 他们想当他的评测，虽然有一个说不想当他的评测，他只能转，他转到哪个就是哪个出发。慢慢写没关系。然后呢？要闻你的脚，你坐好，我拍不到你，你坐着，你不要躺着。金色。
没关系，不会写你就跳过去啊，回来再想啊，不用卡在那边。下一个，树沙。什么发上啊、哦？对。什么？发上。头发上吗？对。长得不清不楚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上面就写这样的。你这样能够看哦，那么近，看得到吗？我刚刚都用背的。你眼睛不会脱窗是吗？为什么要全部？是不是？没有全部啊，继续。考到七十七页了。没有考到最后一页，剩下七十七页了。嗯，好，继续。好，有点长。捧着一簇簇的花朵。捧着一簇簇的花朵。没有了，那个不算了。完全起长。没有了，那是我之前要写历史的时候才起。你把它全起。写一折的时候才圈啊，那个不算。
下一个。因为我想看你写的字。等一下我会紧张，然后我就想不出来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想出来，你想不出来，我可以跟你说。我才不要你跟我说嘞，江山作弊。继续。雷炸。哈？雷炸了。下一个花粉，你们太花粉写过了，花粉写过啦。快点啊！放慢脚步，不要放快脚步。脚步，等一下。先写你会写的。我会写的。应该不会慢，不会写吧？我会写啦。慢慢写没关系。偏上面一点，哎，不会的。
继续，继续，心动，心动，然后呢？风景画。啊。没了。我可以近一点吗？他是在看这个吗？想要吃吗？很饿，我们要去钓钓去钓钓。还是要什么？嗯，没关系啦，直接改吧。小明，你帮我改。没关系，那字没有就没有，没什么大不了。飘落的飘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你不用告诉我。我现在叫你写，你就要订正上去啊！你要先把它勾勾成。哦，我要勾。对啊。好。拿笔先。还是你，因为呢，我拿。